6月2日，河南安阳市公安局卢安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称，6月1日，该辖区发生一起刑事案件，案件造成一人死亡。经初查，当日16时许，在该辖区中州路与文明大道交叉口，犯罪嫌疑人梁某，男，39岁，殷都区人，持刀将受害人赵某某刺伤，女，31岁，殷都区人，伤者经120现场抢救无效死亡。目前犯罪嫌疑人梁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，案件正在侦办中。